我觉得心情好，很好哦。我们现在进去房间喽，看一下我们这个平素，让你们惊喜。哇！哎，迎宾水果，乐乐看到迎宾苹果就是吵着说要吃，所以爷爷现在帮他处理。这个是加床啊，对，加床。融融入 the mango room versus 爸爸。哦，厕所还有这个荧幕可以让你洗澡不中断看电视，追剧追不完了。饭店有提供熨斗，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。Run, run, rabbit, run in the rain, as the storm, rainy, rainy.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四十楼玩水了。咦！因为他晚餐时段现在说人太多，所以他要发券来让大家做分流。那我们是选择5点到6点半到38楼。马可波罗餐厅用餐。还有吗？这里，这里吗？Evan， 我们来干一杯吧。还吃得下、啊、对。饭店的健身设施跟三温暖在6楼，健身设施我觉得还蛮丰富的，不过他们说如果要拍的话要早上5点半没有人的时候可以开放拍摄，如果我起得来的话。远东咖啡，这个。是我们在这里面的。是选果汁吧？那我们来选水果吧。这刚好用两杯。我们两杯，一人一杯啊！来啊，你啊，走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离开饭店了。整合来说，除了达到特别企划的效果，另外我觉得饭店的设施跟服务都让我感到很满意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及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